我是湖南农大农学院的学生，我们现在在浏阳基地这边实习。基地在6月15号举行了水田运动会，比赛大致有摸鱼、接力跑、短跑和8个项目。同学们在水田里玩得都非常开心，我们基地的老师也是希望能通过此次水田运动会给我们实习增添一些乐趣。基地大概有100多位同学参加了水田运动会。我们基地这个水田运动会是从2013年开始的，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